大学和慈济科技大学到马来西亚马六甲联合招生，所有的系通通都可以招收外籍学生。慈大马来西亚学生占全校外籍生的45%，慈科大则是10%。每年递增的是非常是以倍数成长的。学校提供完善的学习环境。我学到最多的是勇敢。会后两校师长进行一对一咨询，我孩子今天他就知道在什么领域他应该要成绩方面呢、是应该在 form 5还是要读到 form 6，他就有一个底了咯。两校跨海招生给学子多了一个升学的选择。大爱新闻李彩金、周逸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